Panel 套用按钮开启，确认现正播放 Windows Media Player Windows 最小化已开视窗 My Balavoka 埃冒号第二章六组语谈经相关研究回顾 Got Text Sapi Microsoft Server Speech Text to Speech VoiceCHTW, Hong Kong. Second Chapter, Six Words, Tan Jing, 相关研究回顾. Six Words, Tan Jing, 因为胡适的研究引发学术界的论战，也促成国学大师以佛学泰斗教界学界。甚至一贯到道场都很重视六祖坛经。一世纪的研究环境拜高科技电脑网络之赐。甚至一贯到道场都很重视六祖坛经。二十一世纪的研究环境拜高科技电脑网络之赐。可从谷歌 Google 搜寻引擎输入六祖坛经或是坛经慧能。进行搜寻而找到很多参考资料，这对了解学界或是教界先进前辈们的研究状况与成果是空行很便利的。通常搜寻结果的资料网页是依照被使用的频率排序的，可以此为基础再进一不搜寻佛学数位图书馆暨博物馆网站及全国硕博士论文网站，从现今时代中找问题，在过去历史中找答案，希望研究不是以资料堆积为目，而是能从前人们的成就中找出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而完成新时代接棒式的阶段使命，笔者以此自勉，并且尝试用电脑程式来分析佛经经文。以下依照切合笔者论文研究范围部分加以筛选，透过回顾历来研究成果，找出当代研究需要注意的面向。空行搜寻国家与佛教学术单位的网络资源所得的内容很多，笔者大致以五明之学来加以分类。这个灵感是来自《菩萨藏经》，说菩萨求法当于五明处求。应顺法师在《佛法概论》一书也推崇五明，他认为五明中身明是文字音韵学等，音明是论理学认识论，医方明是医药卫生学等。工巧明是理论科学实用科学，内明才是佛法，如不能这样，怎能教化有情。菩萨的自利利他行一切都设在这六度中。五明之学当然属于佛学内明的最多，与文学声明的次之，医学医方明属于教育辅导心理分析安宁疗护的再次之，而理则学音明与科学工巧明的算是比较不相关而难寻。或许版本考证文字教刊与笔者利用高科技电脑程式分析经文之类就可熟知。在吉林西河传的中央研究院古籍全文资料库电脑程式分析经文之类就可熟知。在谢清俊吉林西河传的中央研究院古籍全文资料库的发展概要一文曾提到资料汇集后会产身心的讯息，经相互勾稽参照能发前人所未见，对研究工作非常重要。以用计算机做高速的检索和种种的应用何处里，古籍的电子化时是使古籍活出现代风貌。
最佳也是唯一的选择。提供了一篇很有参考价值的论文。六，最佳也是唯一的选择。法古佛教学院首页。提供了一篇很有参考价值的论文。六，祖坛经文献考察之浅探，其中文章短评。提供了646项，但是尚未分类，如果能以五明之学分类，则更有助于后续研究者快速确定研究方向，可先用 Word 程式功能加以着色，以助分类。空行，因为六祖坛经的经文，看心看境，不看心不看境，或是则心则境，不着心不着境，牵涉到文献与思想研究法，所以笔者将从历史文献学及义理权释学两方面来进行经文用字的探索辩证。第一节版本与经文用字。Balabok 开记事本，未命名记事本，为档案编辑格式检视说明。新注音2000引引物报导导读引物报读城城市城城一城市城市 N B D A 能荧幕报读城市 NAVA 随着能随着有游标指到亚那里九念到念到哪里未命应用成里有指一指指哪空行游标指到哪里未命名记事荧幕报读程式系统是闪烁的标志哦动哦一动，但是闪烁的标志移动下单的的空行药用药医药丸的药用功的用药用盘键盘的箭头向压下的方向箭头来按来按压下一下但是闪烁的标志的移动要用键盘的箭头向下的方向键来按一下
来按一下。但是闪烁的标志来按，但是闪烁的标志的移动要用键盘的箭头向下的方向键。来按一下。如果要退回上空行空格一行空行或上一段如果要退回上一行或上一段就是用箭头向上的向箭来按来压压来按就是用箭头向上的方向的来按九九但是闪烁的标志的移动要用键盘的箭头向下的方向键来按一下如果要退回上一行或上一段就是用箭头向上的方向键来按一下来按一下如但是闪烁荧幕爆读程式 MP 但是闪烁的标来按一下的方向键来按一下方向键来按一下空行一来按一下的方向键来但是动要来的荧幕爆读但是闪烁的标志的移动要用键盘的箭头向下的方向键来按一下来按一下如果要退回上一行或上一段就是用箭头向上的方向键来按一下来按一下的方向键来按一下这样逐念比较顺畅这样逐字念比较顺畅如果是用如烟滑滑书滑书只能当副手只能当副手为有时候不顺畅因为有时候不顺畅或是很久都不念出来或是等很久都不念出来但是 Micro
以助分类。因为六祖不看心不看，不着心不着心，研究法是学两方面。第一节版本与经文，第两记事本。高中历史六二六祖谈经做产品研究，以看心看境之辩证为中心。第二章六祖与谈经相关研究回顾 plus plus 记事本。六一部的研究。就禅法的史实了，禅法的史实了。六二六祖谈经，最大化将视窗转成全荧幕，向上翻。二 Windows Media Player， 2019.0306.wmvextrahot 记事本 ，Balabolka， 应用。说明说 Balabolka Homepage Balabolka Mozilla Firefox 忙碌中，在录文件中 Balabolka 忙碌中，连接图片 RSS 下拉式方块折叠 Chinese Balabolka Version 2.15Cross 加 A， 连接软件简介，连接智力游戏 Balabolka Version 智力游戏，智力游戏荆州的谜题，屏幕截图，在线的资料，软件简介，在线 Balabolka 软件简介，便携版本，常见问题 f.a.q DonationDonate with PayPal button. PayPal the safer, easier way to pay online. Balabolka 是一个文本转语音 TTS 的程序。Balabolka 可以使用计算机系统上安装的所有语音。屏幕上的文字可以被保存。Balabolka 执行中，时钟显示桌面。Balabolka 或者 WMA 文。Balabolka 是一个文本转语音 TTS 的程序。Balabolka 可以使用计算机系统上安装的所有语音。屏幕上的文字可以被保存为一个 WAV MP3 up 连接智力游戏 A 或者 Balabolka 是 A 或者 WMA 文件。该软件可以读取剪贴版的内容，可以查看。例点 ACW3CHN DJVU.ENO EPUB FB2 FB3 LIT MOBILE ODP ODIS ODTPDB, PDF, PPT, PRC, RTF, TCR, WPD, XLS. Donation, Balabolka 和 HTML 文件中的文本可自 Balabolka 和 HTML 文件中的文本可自定义字体和背景颜色，控制从系统托盘阅读或者使用热键。Balabolka 使用微软的语音 API SAP 的各种版本，它可以改10和 HTML 文件中的文本可自定义字体和背景颜色，控制从系统托盘阅读或者使用热键。Balabolka 使用微软的语音 API SAP的各种版本，它可以改 AC Balabolka 变语音的参数，包括语度和语调。用户可以应用特殊的替代清单，以提高语音的清晰度质量。当你想改变的单词拼写时，这个功能就非常有用。纠正发音规变语音的参数，包括语度和语调。
用户可以应用特殊的替代清单，以提高语音的清晰度质量。当你想改变的单词拼写时，这个功能就非常有用。纠正发音规则使用 VBScript 的语法。下载 Valuboca 大小 16.6 百万位元组，版本 2.150.690， 许可免费 Freeware， 运行环境 Microsoft Windows XP / Vista / 7 / 8 / 10， 语言Chinese, Simplified, Chinese, Traditional, Arabic, Armenian, Bulgarian, Catalan, Croatian. Czech, 语言 Czech, Dutch, English, Filipino, Finnish, French, German, Greek, Hungarian, Italian, Japanese.语言 Korean, Persian, Polish, Portuguese, Brazil, Portuguese, Portugal, Romanian, Russian. Slovenian, Spanish, Turkish, Ukrainian, Vietnamese.Slovenian, Spanish 便携版下载。你的便携版 Valuboca 不需要安装，它可以在 USB 设备上运行。便携版你的计算机上必须安装至少一种语音便携版控制台应用程序控制下载控制台应用程序没有图形用户控制台应用程序没有图形用户界面并运行在文本模式操作模式可以使用命令型选项或配置文件中设置提取的文件的文本实用程序该软件下载该软件允许您从不同格式的文件中提取文字实用程序没有图形界面和运行在文本模式下的提取便下载用新分页开启链接你的计算机您已决定开启。Windows 档案总管预设储存档案确 Valuboca Mozilla Firefox 控制台应用程序控制下载用控制台应用程序对确定 Valuboca 提取的下用开启中确定 Valuboca 提取的实用程序下载提取的文件 Valuboca Valuboca 是一个俄语单词可翻译为喋喋不休 Valuboca Valuboca 可以使用皮肤文件 Valuboca 可以使用皮肤文件自定义你的窗口外观下载皮肤包下载皮肤包连 c
Balaboka Mozilla Firefox 6.7 百万位元组107个皮肤。语音 ,SAPI 四。All voices for SAPI 四 became obsolete, they are not recommended for installing anymore. 3 Real Speed TTS Engine, Free Voices, published on the server of Microsoft. 3 Windows ADA 这星期末项目名称两名称2006至两名称日文名称Balloon 是 A 抽取点阵图影像档案组态设定文字文件名称语音名称荧幕报读软体路径编辑副抽个人化 Window ADAT 文字名称语今天名称项目名称奖名称名称14略过 A 接下复制档案词复制档案词不复制档套用套 A 名 Valuable 名今年初名称文名抽取与将与语音套最将语音套件含 TTS 者经由提供下载服务的网站下载后存到资料夹。Balaboka Portable 的 Balaboka 然后按安装之后到萤幕下方工作列右方找到向上的小三角形按一下来显示功能表选 NVDA 紫色右躺的2再选偏好设定项左再选设定再选语音荧幕报读软体 NVDA 配合逐字念文字转语音合成程式 Valuable 来读出中文要用键盘的箭头向下键来移动各型文字才会顺畅逐字念文稿经由荧幕录影程式 WME 可录制有声书但是电脑记忆体要4或8亿位元组以上以免字音不同步此外还有破音字读音错误的问题要处理可善用功能表选项第二项的读音字库第三项的特殊符号读音第四项的输入手势系统 Balaboka将语音套件含 TTS 者经由提供下载服务的网站下载后存到资料夹将语音格语13 语音系抽取是词碟 ADA A 空名称文系位置名今年初副 AD 抽取文字文件6名称今年复制开最小 A 八 A A A D A T A A 语应用程语音套键盘 TTS 将与存到资料夹 Balaboka 将 SAPI Real Speed TT Real Speed TTS Engine Real Speed TTS Engine Free Voice Real Speed TTS Engine Free Voices published on the server of Microsoft British English French
German, Italian, Spanish. Echo, echo, 语音 Free TTS engine. It supports Cantonese, Mandarin and Saoan Hakka. Echo, 语音 RA, echo, 语音清单有一个 file not found, file not found, Windows 档案总管工作切换器抽取式磁碟文字名称加文字压缩的档案资料夹Windows 抽取式磁碟 J 冒号名称 MSVHDTSNUS0PRO 名称 MSVHDTSCHCNWAYWAY 名称 MSVHDTSCHDWHONGHONG 名称 MSVHSRGAJPTELA 名称 MSVHDTSGAJPHARAKA 日文语音引擎台湾数位有声书推展学会推荐下载Windows Install 名称 Speech Platform Runtime 名称 Microsoft Speech Platform SDK 名称 Speech Platform Runtime X64 Windows Installer 封装美检视网下一 Balak eGuide.net Mozilla Firefox OVoice App File not eGuide.net RH High Quality Demo Neos 目使用语音合成软件需要下载并安装以下成分Microsoft 一Microsoft Speech Platform Runtime Microsoft Speech Platform Runtime Languages 二公抽取 Win 名称 Speech Platform Runtime X64 名称 Speech Platform Runtime 名称 Win名称 Microsoft Speech Platform SDK AD Balaboka Mozilla File 目前的 Microsoft Speech Platform Runtime 们拼写检查拼写检 Hanspell.getup.io Windows 的拼写检查词典可以在这里下载。英语阿尔巴尼亚语 白俄罗斯语 波斯尼亚语保加利亚语匈牙利语荷兰语希腊语丹麦语希伯来语印的语西班牙语菲律宾语冰岛语意大利语加泰罗尼亚语韩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德语挪威语波兰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斯俄语塞尔维亚语斯洛伐克语斯洛文尼亚语乌克兰语法语克罗的亚语捷克语瑞典语土耳其语爱沙尼亚语好用目前
拼写。开启中 ，Hans Pell English Z 对话框已已决。西班牙 ，Valago， 你开启，开启 ，Valago， 右 ，Valago， 和某色法，用新分页开启链接 ，Valago。开启中，图尔 ，Bella， 用心，白俄罗斯语。开启中 ，Hans Pell Filipino Dotson 对话框已已决定开启 ，Bella go come， 确定，开启中，对此类，开，确 ，Bella go， 确定。温去巴尼尼去按钮巴勒沟温确定巴勒沟确定去巴勒沟开启取消巴勒开启去巴勒沟和某次确定去 Windows 打确定开启按钮巴勒沟和某次 Windows 的温开始图片 Balaboka Mozilla File 树状 窗格
轰。清单有 file not found。Valuable 文件，到访过连接的 call 语音。清单有六个项目 ，OK Pro Group 连接，忙碌中 ，About Blank， Available。Okay, Arabic。Catalan。Chinese Mandarin。Czech。Danish。Dutch, Belgian。Dutch, Netherlands. English, Australia. English, India. French, English, UK. English, US. Faroese. Finnish. French. French, Belgium.French, Canada. Spanish, German. Greek, Italian. Japanese. Korean. Norwegian. Polish. Portuguese. Portuguese, Brazil. Russian. Spanish. Spanish, North America.Swedish, Swedish, Finland, Turkish, Swedish, Turkish, H, French, Finn, Dutch, Netherlands, Dutch, Belgium, Czech, English, US, Federal, Italian, Japanese, Korean, Japanese, Korean.OK Club Group Available Languages Mode Print Slash Download OK Club 取消按钮OK Club Group Available Languages Mozilla Firefox OK Club Group Available Languages 文件忙碌中横幅区地标到访或连接 www.okclubgroup.com 补充区地标 Children as Voices 连接 OK Club Authentic voices made by and for children. The cheerful family of our K-pop as authentic children as voices enables young users around the world to communicate with those around the following voices are already available: Australian, UK English, US English.
Bilingual US English / North American Spanish, French, German, Italian, Norwegian and Swedish. Unique repertoire. We are very proud of our children as boys. They help kids around the world to communicate, play. Children that have difficulties communicating, speaking or learning can finally express their thoughts, needs and desires with a voice they like and that may change their daily lives. Akepa, as children, as voices, voice empower tablets, smartphones and smart voice, helping to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interactivity and engagement. AAC solutions combined with tablets have revolutionized the industry, allow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help people with specific needs achieve greater autonomy. The voice synthesis developed by Akepa gives users the means to better interact. Windows 对话方明要 with the world around them. Akepa, children that have difficulties communicating, challenge background. Augmentative and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AAC, solutions have, for decades, given a voice to children who cannot speak. However, until recently, children with communication difficulties only had access to adult text-to-speech voices to express their thoughts, needs and desires. A child communicating with an AAC device deserves the right to speak with a voice that reflects his or her age. So, in 2012, Akepa, together with Assistive, were the leader in AAC applications. For iOS, took up the challenge to develop genuine text-to-speech children as voices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And since that date, we have kept creating new children as voices to give even more young users a voice. Young user world premiere. In 2012, we proudly unveiled the world as first genuine, natural sounding children as voices in British English, providing a voice to over 74,000 children and teens in England who cannot speak for themselves. In 2000, the British children as voices behind the scene.
These new voices will make such a difference to them and to their families in particular, in terms of enabling them to be included, to have normal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peers and enjoy everything that so many other children take for granted. Windows 对话 on the reefs. Windows OK Club Group Children S Voices Mozilla Firefox Balaboka Balaboka Neo Speech I feel nuance, neo speech, nuance. Work 切换器清单.